您想开始天堂二游戏，首先必须创造角色，请按下。首先输入角色名称后，请选择种族和职业，并依您的喜好再选择性别和外貌。选完后，请按下在画面右下方的创造角色按钮。此刻正吹起了变化之风，妄想成为与神并列的人，耶迪斯潘艾蒂娜，因为他而产生的次元分裂，将被遗忘的一切往这里牵引而来。现在大陆将要迎来新的英雄了。首先为您说明一下移动方法，将滑鼠游标移至想要移动的位置。来试试与初学者帮手对谈吧，您若照头上的箭头所指的方向移动的话，就可以见到初学者帮手。请您将滑鼠游标移至初学者帮手上方，按下左键，那么滑鼠游标将会变成对话图示的模样。不是光靠力量，在此状态下再按下滑鼠左键就能开始对谈。我看起来很乏味吗？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。光之胜利是我们的。
们一直跟在战士的后面。一直跟在战士的后面。而且充满智慧的种族，人类是强壮而且充满智慧的种族。学习是没有终点的。祝你有愉快的一天。不需要的东西就可以存放进来。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吗？
小心黑暗。